七天前，呆毛进行了一次奥特曼的人气评选，没想到七天的时间，竟然有1800多位小伙伴参与了投票。呆毛只能说，小伙伴们真的是太给力了。今天是公布排名的时刻，小伙伴们快来看看这些由你选出的排名是否让你满意。第七名，泽塔奥特曼获得66票。关于泽塔上榜，呆毛是有些意外的，不过想到他是赛罗的徒弟，这个票数倒也可以理解。第六名，欧布奥特曼获得78票。欧布奥特曼上映于2016年，可以使用卡牌融合其他奥特曼的力量进行形态的转换，同时他也是形态最多的奥特曼。第五名，银河奥特曼获得87票。银河奥特曼诞生于2013年，是一位新生代奥特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银河奥特曼的身高体重可以无限放大，就连战斗数据官方给出的结果都是无法计算，银河的力量只能用可怕来形容。第四名，诺亚奥特曼获得96票。诺亚作为宇宙的第一道光，奥特曼的老祖宗，死地的天花板。呆毛认为诺亚的剧情太少，不然诺亚的人气绝对可以打进前三。第三名，杰德奥特曼获得127票。作为贝老黑的儿子，宇宙的第一大孝子，杰德第三，名至实归。第二名，赛罗奥特曼获得473票。赛罗作为新生代奥特曼的实力天花板，以绝对的票数差距获得了第二名。他一个人获得的票数比第七名到第三名加在一起还要多，妥妥的人气小王子。第一名相信不用我说，大家应该也猜到了，他就是刚刚被下架的迪迦奥特曼。迪迦以621票获得第一名。作为人气最高的奥特曼，迪迦的彻底下架让呆毛十分难过，毕竟他承载着很多人的童年记忆。但呆毛认为，即使迪迦下架了，但光依旧存在，让我们一起期待迪迦的归来。喜欢迪迦的请在评论区留下 YYDS。 小伙伴们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同讨论。同时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